没见过世面的孩子，真是哪来的？当地人。他把镜头上到。别摇了！你吓到光哥，好热，他没脱的。接近了死海啊！对啊，死海，我还有两个地方想去，一个死海，一个该隐洞穴。对啊，就是放死海那个的。对，而且就有那个当地人的朋友了，加个 FB， 加个 IG。你是暂停的还是怎样？没有啊，就是慢慢在录，还在录，带着微笑。嗨，你没有 ，Let's go。哟，就转换车，转换那个轨道。哎，这个是哪个？热，对啊，热。说这边温度今天居然是现在啊，是19。哈哈哈！你吓到了。哇，他们真棒，一家人那么大年纪，一家人还能出来玩。对啊。他们就是穆斯林特别重视家庭，基督教徒也很重视家庭啊。要看。你看美国人就很在乎这个。Let's go。Let's go！ 在路上还能会遇到 Let's go 哥呢。对啊，他说：“哎，那是就那个搬行李那个。”我就觉得很熟，但是不太记得是谁。还看到他还过来，我跟你握手。对啊。照下面的羊吧，好多羊啊。对啊，羊。全都羊在地上，这边在走。恒春超多的，恒春哦，对啊，我们当兵在恒春当的兵啊，我靠，妈的，都不小心会踩到羊屎，一颗像铁蛋一样。他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两个小时之前，还要舔一下。你那颗是什么时候的？冷。这里有风，舒服。”有哎、欸，对啊，这里有风。你这边也有，你们这个窗口上面就有一点风了、啊，这也是风、啊。这里没有进来，这里有进来。哦，所以没看我都一直站着。刚刚停下来，刚刚停下来没有风。继续吹，啊，舒服，哦，舒服。老爸空格，哇，那个，哎，猫空啊。它不是有一个底层是透明的那个，那叫什么隐藏版的吧？你有做到吗？没有，水晶缆车啦。水晶缆车，对。有啊，有做到一次。这也不是什么耶稣的试探
的第一个景点吗？对啊，十块，进去十块，十块，一百块。想看吗？又看不到耶稣，也想去踏一下吧。不是，我们还有两个点。南溪去踏一下吧。应该是骑，应该是要骑骆驼上来那种吗？应该是去刚刚的那个。其实不用了，这样子看就 OK。没有这个，它不是这个、啊、这个点，第一个是这个。这个就你看特别绿，有水分，特别绿。那不是真的草啦，那个是树皮。这个啊，这个嘛，这个看、嗯，有牌子这个就算哦。嗯，我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告诉你哦。哎、欸，那个大哥挤痘痘了，Let's go。 好的，你这边出去，这边出去比较快。这样对了，这里啊，这里。我把这个拿出来了。Go， go， 走，走。这里。哎 ，here。是这里吗？为什么他们？对啊，这边才是恩仔汉，然后走过来。就是不要买啊，怎样？最好你不要买了，你自己说的。糖果都有偷买了。糖果不是在购买的那个非购买的选项之一。对对对。好像是在泰国。它不在购买的。新加坡航空。哦，也再绕一下了哈。就是绕不去，就跟我们这个一样。啊，毒盐。海盐。快去别。谁呀？那个咖啡杯。还有，湖人的社长。对，社长是那天颁给你旗子。哎，这边是五块，那我在那个机场就差不多。就这边是观光区啊。我就是想买他们这种银器，你不觉得吗？对，拖鞋，拖鞋送来的。啊，祖林之眼，这不是都卖些他们的银器吗？